这里就是洪家堡村，荒郊有时，村里怎么一点灯火都没有？情况有些不对。 太近了，近得可怕。宋代，你马上传令军士们挨家挨户的搜索，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是，立刻进村，挨家挨户搜索。是。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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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。黑衣天王庙。来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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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跟上。快。那边。恩师，这里就是黑衣天王庙。 齐虎，哎，齐虎，齐虎，齐虎，海月，海月，海，他们都死了，啊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与古堡当中的情形一模一样，究竟是什么杀死了他？ 学生以为此事非同寻常，似乎什么？似乎非人力所为呀。Please subscribe this channel below the video. Please leave comment, click like and share.